你用什么词去形容你，你自己？你用什么词去形容艺术？无解的，迷人的，遥远的。不，我不觉得它一定很遥远。但是如果你想再靠近，你用什么词去形容它 ？A lady。A lady， 被爱的，美丽的，当然绝不只是美丽，独立的。智慧的，他在思考，他在创造。他因爱人而被爱，他因为思考而独立，他因为创造而自由。你用什么词去形容迪欧？变化的，自由的，真实的，绝对的，唯一的，我的。你用什么词去形容你？是自由吗？是真实吗？是遥远吗？被爱的，与人与爱的，无解，变化，永恒，唯一。你用什么词去形容我？